我们组这次赢了还会有奖励。有奖励？什么奖励？奖励我们组王源和他的偶像邓紫棋一起合唱一首歌。哦，歌名我想一下，叫《手心的蔷薇》。这是我两个偶像的歌，现场合作一下。好。手心的蔷薇，牵手而不自觉，你值得被疼爱，你懂我的期待。手心的蔷薇，来，掌声送给你。我只有我只有尽量啊。你眼眶超载的眼泪，哇，整个是绝望和心碎。我可以看见你忍住伤悲，那一双爱笑眼睛不适合皱眉，手心的蔷薇，牵手而不自觉，你值得被疼爱，你懂我的期待，绚烂后枯萎，经过几个月却有你在。你埋藏的蔷薇，你动人的香味，这是我幼年时的梦想。好的，现在到青少年的时候终于实现了。姐姐已经老了。没有，我好早之前就想跟姐合唱歌，现在终于有机会了。我们请这个王牌先生拿 vivo x 20给两位现场合个影。来，我们请拿上钥匙来，这轮投票结果是小云的获胜。姐，你选吗？你选。小幸运。小幸运。通过歌名来选的。对。好。欢迎来到我们的音乐教室。本轮游戏一共有三轮，第一轮首先由沈腾队长出题。既然他们队今天都是这个以高音著名，那我们就比试比试高音。啊，咱们要跟他们比高音呢。但不能唱啊，以说的形式。说高音。一队出三个人怎么样？先最高的仨来，大高、二高、三高。来来来，你那边派哪三个呀？综艺，大张伟。来，咱仨男的先来吧，行，好吧。好嘞。腾队要求用说的。说的。说句什么？说天空飘来五个字儿，那都不是事儿，就说这个。我给个很低的调，然后慢慢加上去，好不好？天空飘来五个字儿，那都不是事儿。稍微高一点就行啊，不然容易害到自己队友。天空飘来五个字，啥都不是事儿。您这口音呢？天空飘来五个字儿。那都不是事儿。这也太低了，张杰的嗓子。天空飘来五个字儿，那都不是事儿。你看这一下提高了，提高了，该你了。天就可以了啊，可以了。天空飘来五个字儿，那都不是事儿。太高了，这是高了吗？再高一点。天空飘来五个字儿，那都不是事儿。
猜一个。天空飘来五个字，那都不是事儿。继续往上走。天空飘来五个字，你们是一样的。来，跟猫挠玻璃似的那事儿啊，那个。天空飘来五个字，那都不是事儿。下一个。哇，这怎么办呢？跟小鸟一样。可以了，该你了。那是唱成脑血栓了，这个。唱成啥？就是这样了。哇塞，该你了。谁家娃饿了是不是？饿了喝点黑黑呀，青汁又好喝。还是不够高，他比你高，他比你高，他比我高。你再听，你看他音高。天空飘来五个字，天。天空飘来五个字。不太可能了，不是张姐，你再唱一下你刚才那个那么高。你超越一下这个，我听听。天空飘来五个字，那都不是事。打脸，不懂事了啊！说比不过，还是改唱试试行不行？毕竟唱可能像曾毅大老师什么还拿手一点。我们花这样羞辱自己，哎，真的是，我们就是活腻歪了，对不对？来吧。哎，是不是这一轮该换人了呀？有意见？你觉得谁不行？这个音挺高。上，可以，这三个啊，我关照。唱什么歌啊？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就这一句啊，略低一些。好嘞，开始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该你了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。来，不要谦虚，你们这座不是空的吗？我先过去坐会儿了。啊，这个好难啊！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该你了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上去了吗？这是？可以。来，接着。我的妈呀，他们怎么够不着底儿啊？感觉，哎，你这么着，你我准备好了，你扎我一下，我来，最高音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时候，你扎我一下啊！来，好一朵美茉莉花，该你了，我帮你一忙，我杵一下腰眼儿，好的，腰眼儿来。是兄弟吗？是兄弟，往上面顶我一下，往上面顶你，往下拽我，往上面顶你。好，来，走。好一个美。怎么的？这治疗鱼尾纹呢？脑浆子都快薅出来了。哎呦，我要笑死了。不行了，就淘汰了，就坐回去了啊。玲花来。好。
男生真的很。男生跟女生的音区是不一样的，他唱到那里相当于女生的已经是很高的地方了。张杰，你刚有孩子，然后生活还是要很幸福的，别为了这事拼命，回来吧。你有媳妇有孩子的？我一个下来了啊。对，可以了。太高了，这太高了。来，下一个。还W有这调啊？只有张靓颖了，张靓颖，我觉得我不行。可以。哇！牛！哎呀，这不能再拼下去了。我觉得已经是展现了。每一位作为歌手扎实的基本功和超乎我们想象的这个音乐功底的，掌声吧！很明显呢，是我们这边三位唱将碾压完胜。注意点措辞，不叫碾压，是碾。